杨幂于本月22日结婚，与刘恺威的4年婚姻震惊各界。杨幂再度恢复单身，一举一动都被外界关注，甚至有不少大陆网友发现她虽以优雅气质取胜，但她的身材极好，其实是隐藏巨乳。杨幂离婚震惊演艺圈，昔日的大奶艳照也被流出，有网友找出她昔日穿着比基尼的照片，但这些剧照其实来自于她在2011年演出的惊悚电影《孤岛惊魂》，她在片中展现好身材，有极为性感的演出，外界更传这就是她外号被叫做大幂幂的由来。不过在她嫁为人妻之后，也改变荧幕形象。杨幂离婚以来，真正原因众说纷纭，有一说指出刘恺威在外有小三，不过杨幂的无缘公公则要媒体自己去问当事人，他无奈表示并没办法代为发言。